喂，大家好，那我叫王玉阳。那在我关键字放了四个，是 KOL、烟草减害、无烟台湾跟圈圈救厂长。那这个东西的起源其实就是我们 Ronnie 他要选立委，所以我看到他的开放资料之后，我才决定，那我也要选立委。所以说我的主题就是我也要选立委。好，这是一位老师。那这消息呢，我会跟我家人跟亲朋好友讲，他立刻就说。你疯了，你发神经了、啊，对，就大家第一个回应都是这样。那当然，我就说明到底为什么，那我为什么要参选？那其实都是被政府逼的啦。哦，那现在我做了一些事情，那基本上刚刚 PPT 就是我最主要的板栗啊，在八卦版上面已经发了，这个现在是87篇，但其实很多都被删掉了，所以应该是快200篇了。那我的主题重点，这是我重点议题是什么？就是电子烟跟加烟这个东西。对，那这东西现在争议很大，但其实最近有被炒起来。那 我算是低调在做事，但是必须要出来，因为真的不行了。那稍微简单讲一下，为什么要推这个东西？抽烟不好，最好都不要抽，大家都知道。左边这是英国的资料，英国政府在2015年就说了，电子烟比传统香烟少了95%危害。右边是美国 FDA 资料，今年4月30号，它通过 IQOS 销售，就说可以保障公共健康。这东西都是政府资料，我们已经给政府很多次，但政府都完全不睬理，完全不考虑这样，所以才要出来。那最近比较红就是5月20号黄国昌质询影片，那已经爆了，因为新闻都在爆。然后昨天晚上最新的就是有一个专门节目讲这个加烟的事情，那现在就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。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已经炒了快2年，那刚好搭上选举这一波就要去炒这个东西。那最后就是，哎，其实有人说，啊，不要抽烟，戒烟就好啊，这么简单。但其实我们政府为什么不准呢？因为我们的烟税占我们长照80%，就是说我们吸烟就长照，这是真的事实。那我们立法院也说，烟税烟捐具有不稳定性，哦，所以现在这东西就是说我们的烟捐哦，去年少了12亿的税收，所以这很不稳。那但相对的，我们长照又每年的开销在增加，哦，我讲快一点，不好意思哦，这是国发会资料，就是我们2026要进入一个超高龄社会，所以我们长照费用会一直上升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政府来说，哎，只能抽香烟这种减害产品不行，因为我们要救长照。啊，这个也是5月20号的新闻哦，就是说，台九工会说，啊，你政府每年都要每盈余增加10%，因为不能抽烟，那，哎，这很奇怪。啊，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是，哎，这个状况。哦，那所以我稍微提了一些政见，这个密密麻麻，最后就是说是，争议的产业要合法化，让政府这样不税收。那我的需求其实就是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人，哦，所以没有钱，没有人，所以我觉得。非常 open mind， 任何有兴趣的都可以来聊这样子。哦，那这个就是我的报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